发生啥事儿吗？爸，别这么笑，快点弄。食管掉，大食管掉了。你去看那里还有屎吗？没有了，全都不显示了。这里头你咋？听说食管真掉了，你就不睡了？我操！开了屎出来了。那拿根铁丝有没有绑一下？就拿铁丝，拿个塑料袋绑也行啊。找不到，你们怎么发现的？我加油了，加油了！之后看到滴水，我就趴着看了一眼。这个太阳，我在怎么那边东西什么都那么低啊？我就转过来看，转过来一看，我操！你妈食管掉下来了。大半夜一车人搞食管的，这位大姐披着被子就到超市里边买钱了，如何感想？就是一个酸爽，好想蒙你一场。味道棒棒的。为啥你手是香的呢？弄食管呢？太纳闷。也许你的食就是香的。我就说我拉屎不臭吧，你那天你也见着了，对不对？就你拉了一坨屎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不臭？你就说吧。哎，这要是利人半路，食管崩了吧？他们怎么弄？